这边是魏武营区，你看这么多这些绿头鸭，哦，这是绿头鸭，很漂亮，很漂亮的绿头鸭。那边早上起来，这有公有母的吗？哈，公的是那个漂亮的吗？这个是公的，那是母的。哦，黑的，那个比较亮的那个是公的。哦，这是，谢谢。好，你看啊，这一群人，还有我们这位朋友，他说那这个公的母的，谢谢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这个桥梁真的非常的漂亮。哦，这公益园区这里很棒的，还有小岛湖泊。拜拜，丫丫，拜拜，我们要再去散步啦。走了，没有，我不是传那个说那个在长治那个水族馆啊，没有那。